主料四八面粉炒勺，辅料鸡蛋三，猪油、盐、白糖、芝麻、纯牛奶、蛋黄蛋清分离，蛋黄牛奶白砂糖面粉搅拌均匀备用。蛋白用打蛋器打发打成奶油状即可，蛋清加一半搅拌均匀，再加另外搅拌均匀到表面光滑，倒进纸杯七分满，上面撒上一层芝麻，烤箱预热220度20分钟即可。像表面有点焦烤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到上层再烤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